3.9元20条，3.9元20条，这款银色抹布呢，今天呢老弟就卖3.9元20条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一旦发出，就会得罪很多同行。同行呢，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不要再用传统的钢丝球去刷锅刷碗了，坚硬刮手掉碎屑啊，而且呢还有划痕，非常的不安全。咱现在呢可以换成咱家的款银色抹布啊，它呢非常的柔软，而且呢不抽丝不断丝啊，四周呢还有一个包边的设计，特别安全，特别好用。像咱平常呢清洗个餐具了，清洗个厨房用具了，清洗个瓜果蔬菜了，咱擦个灶台了，擦个油烟机了，都是不在话下。而且呢咱家的款银色抹布啊，它不像那个钢丝球一样会藏污纳垢有异味啊，咱家的款银色抹布呢使用之后呢，稍微拿清水一冲洗一晾晒啊，就特别干净，不会说存在藏污纳垢有异味的情况。现在呢厂家都已经卷到了 5.8 啊，给咱发20条。另外呢老弟还能挂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 3.9 啊，给咱包邮20条银色抹布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搂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 3.9 啊，给咱包邮20条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